医生要表扬，但是因为你人这么多，所以想尽量能够把机会给大家，所以我要在这边拜托所有的家长、老师，我们要发言，尽可能简明扼要，能够在一两分钟左右，就是很重点式的表达你的心声、你的感受、你的期待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就请大家，我们看。谢谢县长会来我们这边，因为我们大家很清楚，我今天快要充满情绪了，我好高兴。然后谢谢所有的县长人员，然后也谢谢知心的伙伴，还有大家家长都来关心这边。
是各位贵宾啊，我是台湾大学特别研究所教授，然后这里几位是大学同学啊。这两个第一场来两个月，我是最近才搬过来，我是新住民啊。我为什么会搬过来？就是一般的人，就是一般的，是时机。我很难知道的。对我的行程，这个是大部分来说没有机场，这个没有高铁站。我的行程是跟这个高铁站跟机场在打拼的。好，那可是我们会有小孩子的教育，我们一定过来。好，我相信不是我，我相信这里是上千个家庭，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想，这些话我们大家如果更清楚的是。他是台湾海洋中的一个女朋友，他如果成长的话，全台湾的希望都在。我自己是教育研究所，我知道我们未来所有的学校、大学要关掉三分之一，那不要说小学那个，现在30万个人，我女儿这一代30万个人到十年后只剩下20万的大学生。刚刚听到什么？大学还要再增设教舍，我都觉得那都是一种假的无奈。然后我希望，我感觉到是执行到位。我在 A P 里面一天来这边的时候，我播了一篇我移民到国东，结果有上万个按赞，上千个提到说我们也想去，可是我们进不去。我会陪着我女儿过来。我是小留学生，我不希望把我的女儿直接送到我的送到美国去。我觉得我爱台湾，我自己曾经有这一段。可是台湾的教育现在让大家都很清楚，台湾的教育就像这两个礼拜依然的天气一样。唯一让我们感觉到有点希望是今天。就是我前两天听到一个消息说，那是真的政治啊！我真的也很开心，因为我也是刚过来的。我不了解关为什么这个最后加起来是这样的。那不要跟我讲会了，我已经够紧张了。可是我总觉得有这么好的一群新住民想到一样的，他们想做的事情，他们是。我相信是全台湾最优秀、最有消费能力的、最有知识的这一群人，因为他们会为了小孩做这件事情，一定是某一种程度的。那为什么依然不欢迎他们呢？当这个传出去以后，我相信更糟糕的是，所有台湾的改革教育是多么大的打击。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慈心好的。我大可以，我们也许可以再移到别的学校去。我当时为什么选择一个公办移民的慈溪花朵组？我也可以到别的花朵私立学校去。我想我的经纪人可以负担得了，可是我要我的小孩子在一个公办移民的学校，跟着一般的宜兰的小孩子一起长大，因为我一认同这样子的理念，那我也跟我女儿讲说，爸爸。我跟信仰好朋友你是六岁，我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抗争，可是为了你爸爸会走上街的。明年一个疗程找一
房可以抽签啊，可以减班啊。我们的决策，我们当初决心来搬来宜兰，并不是为了两年、三年。我现在依照十二年的学龄教育，完整的十二年教育的华语教育。那陈县长，我想三十年前您担任的耿马兰，耿马兰中泰的发行人，对，我想那时候您对马六甲这件事情，有做了很多的作为。我相信当时候也一定有各方角力在谈反对，希望宜兰基地啊，所以我希望热心来，一定有这种声浪很大。但是您能够在那个时候做出对的事情，我相信您是可以做出对的事情的。所以我今天很恳请的希望县长可以帮忙解决我们，这已经不是口号，这就是语言了。明年三月份，孩子们要进行小一的招生。接下来八月份，孩子小一就要进来上学了。那除了小一之外，我知道八年级是九年级，从两班变成三班，这是国中国二升国三，就是从二变三。这时机非常具体，就是在明年，我不知道我的小孩的教师在哪，我有一点点想大声的喊，让孩子受教学呢。那再来，我谈一个，是这个东西不是慈心。去一直在争取资源。当时候刚刚有家长讲到，103年度，因为持续办学实在是太有成效，所以已经有超过5个班级的人数来报名。那当时候县政府，也许说总统的压力，他要求慈溪必须要办第四班增班。学校当时候也表明，我没有校地，我这边的校舍就是一个年级2班，1到12年级2次的班级。但是那时候县府强烈要求你一定要增班，但是我允诺你，你可以，我会帮你找校地，我会帮你找校舍。103年、104年、105年、106年，已经4年了，每一年发生同样的事情。我认为这是公家单位不应该失信于民众。我们这边有上千多的家庭，有实际这样的需求。我希望陈县长，你是可以做对的事情的人。希望能够在您的任内，能够把慈溪的校地、校舍确认下来，给我们一个孩子受到你的保障。谢谢。好，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